前应该是化油器的二行程跟四行程还有250万以上的消费者，如果能够要求他们能够那个报废的话，他补助这2000块就能够让他们有这个积极性去报废，那也对整个社会的排放更好，也对是符合政府零碳排放的一个政策。